小珍粥胡瓜配阿良下饭。你又要跟阿良吃饭的意思吗？不是，因为小珍想跟你们一起吃嘛。一起支持阿良，不是说支持我女儿。小珍和阿良2012年分居后，心疼女儿的瓜哥切割阿良，把台北跟台中诊所的股份出清，而夫妻俩去年底重修旧好，翁婿关系似乎也逐渐改善哦。没有，没有什么误会，什么有什么好和解的。阿良12日受访的时候，透露自己和瓜哥既没误会，且私下早就有互动了。一起来，我们没有结婚啊，为什么不婚？瓜哥13日录影也透露，小珍一直揪他跟阿良吃个饭，只是时间瞧不拢。哎，这样看来，瓜哥和阿良关系果然回温了呢。你知道那一段路啊？虽然5分钟像5年一样。不过瓜哥近来身体微恙，他积极练习下个月的路跑活动，却不慎拉伤腰部，都是忍着痛在录影内。娱乐动新闻，瓜哥保重哦，报道。